好，来您说。我想问鹿晗，你是不是近视啊？健身还是近视？近视。哦，近视。不是啊。那你怎么看不出来我喜欢你？哇，土味情话。哦。那就是。哇，猝不及防，等会儿。厉害厉害，OK。然后我是做采访的，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有一天鹿晗能采访我一个问题，你可以帮我实现吗？鹿晗采访你对一个对问对，题就是可以问我一个问题。哦，请问你刚才那句话是怎么想出来的？看到你就不由自主的想出来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太厉害厉害厉害！那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吗？又来了，我不敢知道。是没有你的地方呀。哇、哦，好。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地震了？没有吧？我爱你的心在震动呀。我有一个东西要可以给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是，所以你是大权。鹿晗有没有觉得他比外星人还难对付？一波一波的哈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哈，猝不及防的哈。来，还有没有朋友？